这就是我要赌的命。殉情？怎么赌？这两只蜘蛛，一只有毒，一只没毒。二选一。有时候呢，活着也需要一种运气，否则就算我这次救了你，你也活不久了。我可提醒你啊，这里面有一只是剧毒。 你要是不小心选中了，被他咬一口，怕是要一命呜呼了。开始吗？等一下，怕了。刚才你说要我赌上一条命，可你没说一定要我赌自己的命。这就是我要赌的命。 哎，我给你介绍医师，你这是恩将仇报啊！若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必定一命偿一命。殉情？萧恒，我可警告你啊，我这可是真的毒蜘蛛。还不开始？让我好好挑一挑，哪个钟里是毒蜘蛛？ 这个，开钟，开，这也没毒啊。 那我选这个，开钟吧。你赢了，这只没毒。看来是我的手给了你好运啊！你出去，我要疗伤了。哎，可惜呀，殉不了情了。你走快点，行不行？ 你是怎么猜中的？你看他时，眼底有情。是又怎么样？你没有吗？他并非我钟情之人。你若是敢骗我的话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女子不要轻露爱意，否则第一局就输了。说的好像你输过一样。手。 你的手经脉错乱，寻常方法无用，只能以毒攻毒。但这个方法毕竟过于激烈，你会承受巨大的痛苦，心绪紊乱，夜不能寐。我信司徒娘子，好大的胆子！怪不得萧恒会为了你来求我。司徒娘子和素国公很熟悉，彼此有过救命之恩吧？